龙瑞，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，美术观察名誉主编。同学们，咱们现在开始上课。昨天这张示范画呀，画了一半。那么这张呢，就像昨天所说。是吧？我们以这个桂林山水啊为题材，做一张示范，是吧？那么，其实画不同的地方的这个景色呀、啊。作为山水画来说啊，一般是要强调，当然说你画不同的地域，是吧？不同的这个景色，还有这个。地域和这个景色的特点，哎呀，要有特点。在这个特点里头呢，它一般要分两个方面，就是我们以前讲过，一个就是说我们画桂林也好。我们画太行也好，是吧？或者画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景物，是吧？画它的山色，一个方面啊，是要从它的自然景观。从这个自然景色，是吧？来抓住它的特点，是吧？它不同的地方，这方面呢，它就有不同的自然的景色的这个形态。啊，环境啊，环境啊，它周边的不同的这种这个就大的这种情况都要有些了解，是吧？然后逐渐的呢，应该是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如果说有些地方它有写历史啊、文化呀、文化遗存呐、啊，是吧？历史的一个大的这个更改的这个延续啊、变迁啊，是吧？就把这些呢，从文化的角度，又把它上升一步，是吧？
上升一步。同时呢，就是说还要把自己对这个地方的一种认识、一种感觉，是吧？从中悟到什么，我们想到什么，是吧？这种意念上，是吧？就是说上升到有一定的意境的高度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刚才说有这几个方面，是吧？你画一个地方，是吧？没有抓到它的地方特征，和它没关系，那我们何必去呢？是吧？我们就不要去了，好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要认真的观察理解，要来这总体的来看看它这个地方的特征，同时要有一些在这个理念上、在感觉上对它还有一个认识，要有一个提高，是吧？有一个提高。然后才从我们的技法层面，是吧？这个地方适合用什么样的笔墨来表现呢？是吧？用我们什么样的这个章法构图来表现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什么方面呢？它有这方面的一些要求了，是吧？我从这个笔墨上，是吧？山水画啊，一个呢，就是说要求一些基本的一些笔墨的这种要求，是吧？既然是做山水画，山水画的基本的一些这个用笔用墨的这个要求，你还要有，是吧？并且在这里边呢，还要有也我也说到，有一些相对的，有一些独的比较特殊的一种思考，是吧？因为有一些地方我们可能用默契要引燃，有些地方呢要相对的呢要比较画的爽快，说这或者是这个用比较这个有不同的这个区别，是吧？有的地方我们用笔要稍微的这个更见笔一些，你像我们画北方，画太行山，是吧？你这个它的整个山体石头结构多，峭壁多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呢，就是可能用线条的质量、线条的形态也要有一定的变化，是吧？我们说画江南，是吧？画那个
非常浓郁的，有很多树木的。你像有一阵儿，我曾经画过一张几次很大的那个井冈山，人家有这个需要，是吧？井冈山这个山啊，就是在江西了，大家都知道。它的整个山体结构也很雄伟，是吧？也很雄，有些但是呢，基本上看不见它的石头，是吧？全部都被这个树木、树林，给竹林。给它掩盖的那种，非常的浓郁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就必须得考虑，在用线上、用墨上，它有不同的变化，有不同的变化，是吧？这是一些基本的规律。但同时呢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还要有你自己的笔墨特点啊，你自己的笔墨，因为它不同的画家，除了要遵照我们提的这一般的这些规律。但还有一个我的一个艺术风格，是吧？我的一个独有我的一种艺术追求，是吧？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东西，有一个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，这几个方面都要想到。啊，在画之前把这个简单说说。这他昨天呢做了一个示范，那么在这个示范呢，也是从勾勒到最后的这个春茶点，因为我一直也强调。桂林的这个山的这个特点呢，这些在漓江边上的这些很多的这个山峰，虽然它不是很高，但是形态独特，是吧？形态独特，另外。一个特别是欣赏桂林的山水，是吧？欣赏桂林的风光，表现桂林的这个山川景色。它最主要一点啊，它的这个景色往往在这个阴天。下雨，是吧？它那个味道就比在阳光下，是吧？看的呢更有味道。因为它这个山的这个层次也非常多，是吧？它山虽然小。层次非常多，是吧？它这个千峰万峰林立，是吧？在这个云山雾罩之中，显得呢
后天山铁柱山，非常有这个分量，非常有分量。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观察它的一种方法，那么就在表现上我们也用了。我说就是说不要说画得很轻飘，有人认为桂林山水就把它画得很，它夹天下，它很秀美，秀美秀美中它还有一个沉厚的，是吧？这个是要观察，有人只是抓着秀美，秀美了，哎呀，倒影也很漂亮，是吧？就把这个地方画的也是格量就不高了，格量就不高了，是吧？昨天呢，这个春山点案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颜色也上了染了，是吧？但是大家就看，特别是这个中国画画，这个山水，这个潜江山水，是吧？这个潜江山水啊，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做到上摄的话，摄不爱墨，摄不爱笔。但是呢，点染的办法用少量的颜色还可以。如果说我们是做一个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照染之后，你看第一遍感觉那个墨已经很重了。但是一照染，再加上现在颜料的这个特点，是吧？它马上就灰掉了，是吧？很多第一遍我们画的一些笔墨关系也看不清楚了，是吧？它都让它照在底下了。所以说呢，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再把它提出来，是吧？提出来，提什么？就是提各个方面的一些关系，是吧？不是说我们又画一遍。要画一遍，所以这个题大家一定知道，画山水画啊，因为山水画的特点本身就是一个多变数的画种，是吧？往往呢，因为山水呢，它一个审美追求，它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说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一些画法，起码这个要表现出来呢，要有一种很浑厚厚重的味道，
它兼厚重，所以说在山水画中就很少像写意花鸟一样说大笔山水，是吧？大笔山水有，偶尔为之，是吧？也有人画的用笔比较大，用笔比较大，甚至还有个坡，是吧？但是呢，那个呢，在我们山水画中，相对说来是比较少的，是吧？有，但是它不是主流，它不是主流，你不能所有山水画都来铺，是吧？都是画的笔头子都挺大，因为笔头子大了以后呢，它笔墨的层次就相对少，因为山水这个形态啊，山的这些变化，它因为它比较复杂，是吧？它我要论它的这个体积，它当然要大于人；要论它的体积，它当然要大于花鸟，是吧？不要说这个山了，就一棵树，你也比人大，你也比这个花鸟大，是吧？如果在我们画，是吧？崇山峻岭，那这个景象它是非常大的，是吧？如果说就这么大的气象，这么大的景象，你画得很空洞，是吧？画得很空洞，用笔是大了，但是里头没东西，是吧？一眼就看过去了，很简单，你就没有把那里头这种千变万化的这种变化表现出来，是吧？千变万化的变化。说山水画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审美的一种追求吧，是吧？就是希望画面它有一定的厚重感、浑厚感，是吧？那要在这些方面呢，他就要求我们在技法上，是吧？大笔的要相对的比相对少一些，简阔的，是吧？有，不，我没说没有，但是它不是主要的，是吧？不是主要的，特别是我们在学习山水画的过程，是吧？一定要把很多笔墨层次，是吧？表现的山川的这个本身的这些层次要表现出来，是吧？你开始就画得很简单，是吧？画得很概括，啊，概括还不和简单不一样，是吧？如果你画的简单，是吧？那就更差了，是吧？里边
太似是而非了，对吧？尤其是这同学画画，就是有点太似是而非。就是说，你里头不是说我们要求把什么东西要画的特面面俱到，画的很细，啊，很具体。但是呢，那里边关系我们都要关照到，知道吧？其实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山，它就是在画关系。如果我们没有把这点认识清楚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的山水画不可能画自然界中真实的，达不到，是吧？真实的，我们一张，你就拿个丈二批，是吧？你这样拿个丈八，这么大的这种宣纸，你在那个一个山体上，你也是非常这个渺小的，是非常渺小的。所以说，它的复杂性是在它的关系复杂性，不是说这个我们的画非要画多大。提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呢是用比较重的墨，就把原来啊我们想比较最突出的在画面上最这个比较相对是吧，比较用线比较断的地方，重要的这些一些结构线，可以说适当的再把它先手率先提出。这个山是啊，它是往两侧展开的，中间呢，它有一个由石头组成的一个脊，是吧？一个山脊，啊，这个山脊就相当于我这个拳头的这个部分，一个人的中间这个部分，然后它两边是往两。所以说，在我们在用这个线的时候，是吧？这些线，一个呢，线条要肯定，
最好中空的多一些啊，中空多一些，再把它先把它提出来啊。你看这个山，就是这些石头。相对也是比较重要的。也，他在这个画面上，他从这个画面的笔墨上也是，他是用的最需要中锋爽利、干脆、利索这种地方，是吧？一张画上，啊，这种爽利的、利落的、啊，干脆的、痛快的，是吧？和有些地方呢相对比较含混的。有些东西它也是一个对比，也是一个对比，是吧？其实要论起来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讲的，它也是一个阴阳，也是一个阴阳。你说的干脆的，是吧？我们可以把它也称之为阳，啊，阴柔的，啊，过度的。说一张画上就是要利用这些因素，要见线的，有不见线的。是吧？有肯定的线的，有不肯定线的，啊，其实所谓画张画，就是我说的，是吧？没有矛盾，是的矛盾。利用这各种这些因素，把这张画的一种各个方面，把它调动起来，啊，调动起来，调动起来。
这些东西在画面上起作用了，是吧？活络了，那就是一张好画。搞不好这些因素在画面上没起作用，或者起了副作用。尤其这些线，主要一点的线，用笔要圆浑，行笔要适度，不要太快。行笔要非常沉着的。来勾勒表层层啊，太快了，反而那个力度不够。我说的这个提一遍啊，不是说完全画一遍，是把它在原有的基础上，好的地方、够了的地方一笔不动，是吧？不够的地方，我们再来继续的把它丰富起来。
这块这个小房子，对吧？周边用墨慢慢把它挤出来。画这些什么建筑啊，什么画那些小人儿啊，甚至包括整个是画的这个用笔啊，还有形态啊。从我们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审美的这个要求上，中国人喜欢您拙勿巧，您拙勿巧，是吧？别画得太巧。也别画得太艳，太漂亮，啊，太艳，太漂亮，啊，都俗，是吧？现在。看有同学画画，不要把颜色使得太多，颜色太多，是吧？就容易中国画就容易追求外美，不追求内美，是吧？内美是通过笔墨，它展现出的一种精神的那种感觉，精神美。那画的花花绿绿，那就是外美。
这样我们这个山头就越来越隆重了，是吧？隆重了，它还有一个沉厚的气息。有时候这山里啊，大家有机会到山里去，特别是这些雨后，当然就更明显，是吧？这些山石啊，里边千变万化，你有时候越看里边。这一块儿，这个主峰，我们把它反复画。反复画，它就和后头的远山虚实关系就越拉越开了。啊，thank you.
这些最黑的都让它和最白的地方它就亮，这个最下边这个地坡石坡是吧，因为我上边画的隆重隆裕，那么它也是要更要把它沉思，虽然说它很近，但是它里边的一层一层的这些层次关系也还是要有。
层层叠加，让它也越来越厚重。这个笔墨的本体呢，它组合的得当，它产生出有一种明光，有一种
今天啊，这个这堂示范课就上到这儿，咱们明天继续来完